环球大佬，我觉得我人生最强的驱动力，就是好奇心和兴趣。那不断的好奇心带给我不断的新的兴趣，但是一旦抓到新的兴趣以后，我能沉浸在其中，并且能够做得非常深非常近。我实际上是相信每个人的潜力的。这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实际上区别真的不是很大，很大的原因在于就是你内在的这个力量到底释放出来多少。那我觉得一个比较保险的办法能让自己内在的力量释放出来的做法，就是找到你喜欢做的事情，尽早的找到你喜欢做的事情，并且沿着那个方向走下去。